我求的输了。说实话，说我刚来大一的时候，我只想着，就只想着拿一本毕业证书回去，对，换一本毕业证书回去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这样子毕业，真的不知道是不能。对啊，感谢你。真的是好孩子，你看我每次去教室都看见你们在，别哭了，听我来，来，放你们，放你们。所以你今天你那个看到喵你，我妈也看到没有？现在那么开心。妈开心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我对我来说，我妈开心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毕业展啊、哦！一句话就是毕业展，谁没给我哭就完蛋。谢谢黄老师，我会大哭。有机会，你们要整理行李到天亮吗？没有，那个亲要留下来。国外的，国外带了回去哪了？那你留下来就好了。那我打车送他们回去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半个小时。明天吧。任何事情只要你不放弃，其实都可以做。七点啊。也希望好吧，就是说以后我们这些学弟学妹，就是说，对对对，我们专业发展继续有这种精神去鞭策，谁毕业了也能花心思去鞭策了，可能专业会更好。我还好，我已经是这样。是，也是跟学弟学妹要打一样，你要念英文，懂不懂？包括我们刚刚的合作，我们也知道，英文稿子他们说，那我就只能说，可能是秒华老师就是没有这种效果，这种大效果。那我要比下一点更高。对，比下一点。拜拜。我要上分手了，今天吃的很好，谢谢吗？谢谢。也希望吧，我这么说，我为张家说的话就是，也希望老师记住我们，就是我们努力过，也希望老师记住我们，就我们跟老师一起努力完成了这场秀，我们要记住，是不是？是。老师记住我们，我们记住老师，谁给我们创造了条件，是不是？是。好久没练，老师辛苦了。
真的吗？我要惹老师说的话。我要惹老师说的话。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希望你们老师好，谢谢老师。